好，我是 Minga。 现在呢，我们家正要开始包饺子，过年时候的饺子。我用温水和的面，比较软一点。揉面这件事情我不是太熟练，我也还在学习中。我们家今年包酸菜羊肉馅饺子。耶！你是谁？我是王达木。你爸是谁？白色。要做的是蒸饺。先蒸着吃上一顿，再接着包。包完之后，这样放上了，放在这个门房里。明天早上再拿的时候，它就冻了，冻了之后再收。今晚没包完，才包了300多个，需要500-600吧。下次有空再接着包。好啦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